谁呀？啊！我小气。蛮像的，打高尔夫球。你要去打高尔夫球，大家很耶。我会放音乐哦，旁边。好。滋润。好啊。待会讲到。你们都 OK 的话就 OK。我们 OK。好啊。OK OK， 没关系，那没事没事。好 OK OK。五。请你吃我今天的伴手礼。哇。千层，但你是不是还好？千层塔的边边、啊，我不知道千层塔的东西是那种糖霜的，我不知道，要打开试试看。你不吃的话，我就试试看。要大家进来直播间，这个看看啊，我刚刚不拿。你听出来了、嗯、我很克制不要乱讲话哎、啊、你结束了我要上多粉说大家我开直播了没有人要进来 Hello 七百七点要开、哦、但刚刚被拦住了蛮好吃的所以过了十分钟才开刚走回来路上，我一直被拦住，然后就过了十分钟。今天的人很多、哦。对啊。我什么都没带来，我是听说你在这边，我说我要给你。好吃哎，有那个糖霜多好吃。来，拿下来。好。什么意思？撞到你。你的 ，Oh my god， 好痛。Hello Hello， 现在冰册选中天使徽章，大家好哦。晚安晚安。嗯，好吃好吃。大家晚上好呀！谢谢杰哥的分享，谢谢小杰的金针花瓣。大家好，大家好，晚上好哦！谢谢小杰送的狗骨头，竟然都在吃，就是因为刚刚刘小琴拿了一包饼干进来，什么千层塔的边边进来，千叉哥送的缘分相遇 ，Hello， 大家晚安，晚上好呀。谢谢小杰的分享，大家好，晚上好，我来看看，找一下音乐。谢谢听你的分享 ，Hello， 谢谢 Patty 的分享，千层塔的边边没错 ，Hello Hello， 谢谢小杰送的看好你哦，谢谢 David 送的金针花瓣。晚上好，好，我要来放音乐。对吧？我是今天开直播，对对。
谢谢汪汪送的发大财，谢谢杰克送爱的熊抱，谢谢汪汪送的发大财，杰克，哇！我来看看，我刚刚想到一个什么，但我忘了。白天，哇！明天放假，明天是放假日，是今天没错的。刚刚想说，是今天吗？是今天没错。今天有很多人在公司去忙，好的。谢谢小吉送的红玫瑰。今天结束了，所以就顺势在公司开直播。但我还自我怀疑，我想说，不是今天吗？怎么大家都没来？因为我还迟到，我还迟到了十分钟，因为我原本要来开，然后中间就一直被拦住，就说，运过来一下，运过来一下，然后就一直被拦住，然后拦到13分才过来开直播。谢谢小吉的分享，谢谢荆州送的守护星水星，我刚刚差点要讲守护星冰乐，哼，刚刚没留言哦，好像没什么没有人留言呢，刚刚，好，我要放音乐，太阳是病了。他们说隔壁要放音乐。太想喝新冰了。谢谢杰克送的摘星的眼盆，我还没有喝新冰的，就是新冰的复活之后，我就没有再喝新冰的，没有再喝过新冰的。谢谢晋升送的游戏王会员票。哈喽琪琪，谢谢维基芬大师送的处女座会员票，谢谢佩奇送的守护星水星，好想讲星星的守护星水星啊，对，你知道我后来就是日本的全家有出一个草莓的冰沙，然后就是你买那一杯，然后去放牛奶这样的那个，然后我原本想喝，但是因为那天晚上就很饱，我就想说好，明天就最后一天我要喝，然后最后一天我就忘了，然后就没有喝到，我就回来台湾了，就没喝到。什么时候新冰乐重启？现在已经有新冰乐了呀，现在已经重启新冰乐了。然后设个提醒事项，8点。8点发一个 reels， 8点，突然想起来，我有喝那个薄荷巧克力的奶茶，是那个吗？我有发，我没发，我有发，我有买，我没喝完。林雨欣说：“你确定你要买？”我说：“很酷耶，好想喝喝看哦。”我还没发的。等一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发哎。你没有印象我发过一个薄荷的奶茶吗？是没有。我看一下。我不知道我没有发，没有吗？那应该没有，那等一下，我看出是那个。我看一下。我没有拍到独角哦，在哪？等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在哪里。一杯绿色的。绿色的是抹茶吧？等一下我找一下在哪。
这个。这个吗？薄荷奶茶是这个吗？来，没有，那我没有发。他们说他们对，哎、欸，来，他们说他有什么薄荷奶茶、薄荷巧克力。哇哦！然后我就说，哎、欸，我在日本也有喝哎。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薄荷奶茶。然后我不知道我没有发过，说请问我有发过？他们说没有。我说是这个吗？然后他们说对耶，他说是耶，好巧哦。哎、欸，我没喝完，有点微妙。我只是觉得很苦，买来看看。什么事情啊？什么时候的事情啊？第一天。哦。Minto， 我从日本回来之后，每天都很想吃沙拉。沙拉？嗯。你说那一袋吗？也是可以。那一袋的话，宁愿去吃大户屋的那个。我喜欢吃那个、啊，海带的，有海带跟萝卜泥的那盒。啊，那个可丽、嗯，可丽不是，不是就是沙拉。可丽，可丽饼那一天的没有买。前一天的，前一天我在你们房间吃的。啊，便利商店的。嗯啊，还有那个什么买东西的时候我一定去。啊，还有那个啦，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嗯。我在他面前吃的那个那盒，好，你就吃。机场 check in， 太夸张了，看你要不要吃晚餐。哦，我回了，喝粉、啊。你要吃吗？你要吃吗？我想点别的。我在思考，因为我刚刚吃的那个蛋黄酥，有点饱，但又觉得等一下会饿。嗯。还在思考，但我是想吃。机场不是章鱼烧，当然机场不是吃章鱼，章鱼烧机场。对，我以为他们没有要吃晚餐，那个时候吃了沙拉，因为真的好吃。蛋黄酥，我想看有什么，但因为他没传给我，所以真的可以。没有，我在看这个，但我想别的，抱歉。蛋黄酥，对啊，吃了。哦，有米线。陈耀勋，要不要一起吃一个？或者是，好啊、我想喝东西。我爱米线。好贵哦。很贵吗？但应该很大碗吧？汤呢？嗯，因为它我这个价钱感觉是有牛肉。你说这个吗？啊，萝卜汤吗？我说的这个有吧？对，这应该有，啊、这那么贵，应该有。Chambo Thai， 应该有了。什么意思 ？Cham， 哦，粤语吗？越南话。越南话。Chambo Thai。Cool。Chang Chu Chang。那 Chang 就是汤了。可不可以这个吗？可以啊。牛肉明显。就这样，确认一下。我觉得我这个很广，实吗？实的很不广，很近。
没事。哇！一二三，哈！二头肌，三头肌是哪里？二头肌是哪里？不知道。二头肌不是这里吗？这个，这里是三头肌啊。二头肌不就是那个刘小星最壮的那个地方？二头肌上面，三头肌下面。对，三头肌这个老鼠。嗯，你们会说小老鼠吗？就这个，好像会，好像会小老鼠。我没有这个东西，我手臂很弱。我也，一点点，手臂好累。不能用左手，左手根本没动。我昨天练完舞，然后我的手在酸痛。啊，对，你昨天在练舞。我昨天在练舞，然后练完我这边两边的在酸痛，我想说是怎样。怎么会这样子啊？啊！开会，开会。好，我也要哭了。不是，我要去唱歌。要去对面。又错了，又错了。再来。哎。越来越来越多，完全听不出来是谁，听不出来吗？你起身了。吴奇呀、啊，我是吴奇，他是吴奇呀，小声，吴奇，喂，你们都不好好称呼，怎么了？我们称呼就是这样啊，耶，这样啊，可是好，可是我进来的时候，对啊，我耶，这样就是打招呼啦，这样就是打招呼的呀，安安，哦。因为我现在每天看到你，为什么你有这个？昨天买两杯，然后一杯冰冰箱直接来的。可恶！我昨天买。你们两个今天喝？今天要跟小辉一起翻白眼了。为什么一起翻白眼？不知道哎、欸，他说、哦。因为上一次我叫你翻白眼嘛，那是有引线。就是你翻白眼看起来只是小小不爽，但没有到真的。啊，翻啊，对对对，你翻白眼，我翻不了白眼。哦，有，还有那个感觉，Roll the eyes。欸，其实有欸，你刚刚只是往上看，你现在会转。要转的比较。欸，你很像，是这样，他有点恐怖。你很像那个表情包那个 emoji。对啊。你很像那个 emoji。就黄黄那个。对，黄黄那个。有眼。对，眼球。对。转一下。好可怕啊！嗯。我最近我滑到一个腹肌 Q 的恐怖。传去了那个群组。但是复试级的本来就最可怕，听说。我不要。他说他从500米更新到900米，我以为他是往下，我以为他是往下降，你懂吗？就是不是的，越来越长了，越来越长，又蛮好的。他是单纯，他是真的用走的那种鬼屋，很好哎、欸。我就看很多人去那边拍综艺节目，然后每个出来都想挑战，我应该会想去。你们两个去啊？好好好，就这样子，你知道吗？复试级嘛，我去玩。刺激的游戏，你们两个去鬼屋、哦、那边中午刚刚好，鬼屋要别的、啊，有，它就是游乐园，它就是游乐园，只是那边的鬼屋超级可怕。因为我问安安，他说不要去，就是他游乐设施也很可怕，就所以综艺节目很常在那边拍，对，营销费那什么都是最可怕的，超可怕。因为之前有一个三重的日本三重有一个那个什么。云霄飞车看起来比富士吉还可怕，蛮有兴趣的。但有点原始的，对之类的。他们标榜什么比富士吉还可怕什么那种，我觉得我要比这个啦。第一名恐怖的云霄飞车。欸，后来你们玩那个好玩吗？哪一个？360度。一圈而已。其实也没有360度，它就是这样子就下来。哦，对，360度。嗯，360度，一圈而已。还没快就结束，就是剑湖山有三圈，哦，懂意思，就是不要去剑湖山，有一种哈没了的那种感觉，
那边的游乐设施不是都这样？对，那边那个火山那个地心探险，你们排快速那个也是啊，那个可是我觉得那个前面超久，然后说没了这样。我觉得后面我们排第二次的那个比较布景很华丽，还有那个大石头。那个第二次是。平身，还要拍。不是你要刚刚那个嘴巴开开。啊！欸、很可怕啦，很可怕。好的，你可以起来了。老鼠菜，没有没有点餐。点，我们两个点一起。你点的呀？哎呀、啊。我要点。对呀、啊。拜拜。为什么？因为是他们在问你点餐啊。为什么？啊，你用手机点餐吗？我要传照片给你。你传照片给我。问吗？现在吗？是刚刚趴在地上的那个吗？就僵尸。问吗？啊啊！你可以进来吗？顶好。顶餐。为什么我在公司直播的时候都没有人过来玩？为什么？因为时间对了，大家都在啊。今天直播的时候，大家都会跟他玩。因为大家都在。直播的时候，明明也不快乐。有吗？你是不是在公司直播？你说晚上吗？太多了。露出你的牙齿。有吗？我这次的八班的照片一直在露牙齿。没有吗？各种照片我都长这样。这里。我每一张照片都长这样。我以前拍照的时候都不太会拍这里的 pose， 但是他为什么最近有点没 pose 的时候会突然？好可怕啊！他跳水了，跳水？为什么在跳水？为什么突然在跳水？用粤语唱八单，他说：“没有这个，我本来真的有这个想法。”他可以把它写一个。Shiny， 不好听啊！不好听啊！Shiny， 把嘟嘟的用力。我有想过。把噔噔的勇气，不断的勇气，不断的，绝对不能这样唱吧？就是要换一下词啊！哎，他有传给我哎，他怎么了？为什么？突然从 SPA 跳出来，所以我要跟他说，你跟我一起是不是？不用啊。没有，我只是怕你没点到而已。刚刚的蛋黄酥，对，好吃了一颗哎，因为陈耀迅，我忍不住。说完了吗？说完了。陈耀迅。来个古白啊！好歪的，大家 古白。为什么大家牛排？因为都是古白。因为我要走的。因为走了。我有走啦。你食你唔食？走，我唔食嘅。河粉。河唔河粉啊？你唔食河粉啊？唔食。你要走啦。系乖女。拜拜。我要走啦。你要走啦。咁你有包这个吗？我唔要啊。冇啊，我冇啊。冇啊。你发呀？发发。你发也很好吃，没吃过蛋挞，你不常都吃半个？对，因为今天没有人跟我分蛋黄酥，因为
他们都刚刚才回来，对，刚刚才回来，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哦，你那么早来哦？对，对，我真的。什么时候？5点。5点，早。就你们出去了。我们三。出去了。4点。对，5点才来。在干嘛？来做事。高尔夫球。他在打高尔夫球。那你还要吃晚餐？要，刚刚跟小晴合点了一碗米线。米线？哎，有讲过日本米线的故事吗？这没有。事情是这样子的，大家知道藤仔三哥有在日本开连锁店吗？我知道。然后呢，我就很想要去吃藤仔三哥，然后刚好被我逮到了一天，大家不知道要吃什么，然后刚好在新宿，哎，是吗？是刚好在新宿。嗯。那时候为什么在新宿？没有，就是回去而已吧。就是我们先去完哈利波特嘛，然后经过吧。啊，因为哈利波特的线会经过新宿。然后我就说，藤仔三哥开到10点耶，要不要去吃呀？然后因为日本店其实，不是好明白为什么来日本要食藤仔三哥。三哥，三哥，对，然后就刚好经过了，就被我逮到机会，我就说要不要去吃藤仔三哥？然后刘小晴就被我拉过去了，他说为什么要在日本吃藤仔三哥？我说因为我还没有机会去香港啊，所以都只能在日本吃藤仔三哥啊，因为台湾又没有。哎，但是我讲了一个什么跟他们还给我们那个。啊，围兜兜，围兜兜，他说哇，不愧是日本人，很贴心。对啊，香港没有，因为拉面那个吧，拉面文化，拉面会有，拉面文化，面类也有，对，啊对，各种餐厅他都会附，而且菜单不一样吗？没有不一样，嗯，没有到很多不一样，我吃了麻辣，什么？吃了那个招牌，你也是麻辣，嗯，我吃了麻辣。我吃三颗就是要吃麻辣啊！我吃几啊？我忘记我吃几了，5吗？4还是5？我是1。我吃的那个蛮刚好的，我觉得。对于土豆丝，我来说啊，过期啊，不是过期。应该是那个吧，那个招牌就懒得选的那个。我每次都不选，我每次都点那个。哎，我记得我去新宿，我不是麻辣就是麻辣，说有跟着点。对，你有。是我们去吃之前，对，然后我就先拍给你看，然后安安还问我说为什么拍在那间店，我就说因为林依云一直想吃啊，然后说这是吃什么港式，对不对？是港式米线，对，然后南米线，云南米线，说为什么要来日本吃这个？他讲一模一样的事情，这么好笑。然后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就跟我说我很想要吃萨莉亚一样，但对，最后大家还是去吃萨莉亚了。可是日本的萨莉亚有不同的感觉、啊。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哎、欸，我点的那个台湾可比较好吃。那个海瓜的里面。哦。那个那有吃萨莉亚就算的。那个，我也喜欢台湾的比较有味道，比较重。嗯、因为日本比较清淡。其实我对那一餐没有印象。披萨好吃，披萨好吃。那好像台湾差不多，差不多很难有差别。对啊，那个面店员讲话速度真的太快，因为我觉得快快快快快，也是。然后再加上日本点餐就是写号码，对，写号码，写号码蛮酷的。西门店有开过，对，关了。我叫什么？谭仔。对啊，真的、哦，以前有开过，很久很久以前。
我没吃过，我是后来在找的时候才发现新的第一城开过，但关了，所以就也没有啦。但我还是吃到，哎、欸，我没有打算，我没有吃到的那个、欸，我以为不会吃到，因为你们看起来都一脸问号，说为什么要在日本吃？我还是被你逮到，还是被我逮到。好险，因为他开比较晚。嗯。现在看我们在。耶！耶！我。很突然的。对，大家齐慧跟安是当天学，学很快，不是不当天，前五分钟，前五分钟，前五分钟学的，很快，好棒。而且我们说只有一两次机会，没有，你们没有说两次，你们说只有一次机会。我说快点，快点找我，吓死了。很棒。不能待太久，不是因为不好意思麻烦人家拍太多次，而且太多，如果太多次的话，感觉有十 TP 的专业度，就是有那个面子问题。哎、欸，还是其实你们没有这样想？我没有这样想。真的，我是怕麻烦人家，怕麻烦人家。这个倒是，我以为是说 TP 不能在那边，应该是，我觉得也不至于跳不好。对对对，因为我们觉得应该也不是，只是怕因为你们没学过，对啊，是重点而已。对。我们都跳了那么多次，应该也不至于。对，嗯，该去拿本家地板了。哎、欸，你知道那有两大地板，对，有大地板，很酷哎、欸，是日本的 staff 拍的，对，所以不好意思麻烦人家。而且重点是他们请另一个 staff 打光，两个大光在那里打，就哇，好专业。对啊，哎、欸，我的歌单很酷，告诉我，这什么歌？海洋海龟，我刚才在讲海洋乌龟，海洋乌，它叫蓝洋海龟，然后我刚刚一直在讲海洋乌龟，请大家帮我们多多转发吧。对，原来还会打光，那里的确很暗。对呀、啊。他们最近也常拍啊，对啊，因为他们很多有拍在那里。我在卡痰。我在卡痰呢。拍不到。在你卡哪里？什么意思？你先有多高？没那么多牙齿。啊啊！是这个问题吗？嘴巴不够大吗？啊，是吗？啊好，你看看上排。模仿蔡雅恩，他最近很喜欢吐舌，然后歪头，就是但是是很夸张的，对，不是不是，你看他有点恶意，他有没有往上看吧？有吧有吧，有时候会往上看。我跟你说，他真的会往上看，他就是很像坏掉的，就是哎这样恐龙，对这种这种这种，哎他是哎，模仿蔡雅恩。现在都没有掌声鼓励，我想听，我想听吴奇慧在日本去了哪里？哈？哦，对，我们去不同地方。对，我们去不同地方哎，我们前面都在横滨，然后后来，我那天直接去找安安，就是去吃那个牛舌，啊，柠檬吗？怎么了？忘记了。哎，就是啊，去的牛舌。对。然后嘞，然后就去逛街吧，好像就去买个东西。然后我跟安安就是只逛了一下，就觉得说，嗯，好像差不多可以休息了。然后我就找了一间
那种下午茶店，有什么松饼什么那些，然后坐在那边大概三个小时，就聊天这样，就想说，跟你们聊一下，说搭飞机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啊，跟你们出去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啊，这样。其实正常来说，吃饭就会讲那样子。对啊，就是、是你们那个行程超感。我也觉得有点很感动。我是觉得你们两个的那个。大家辛苦了，我吃一份，你没点到餐。没关系，没关系，我不用吃。好。我在减肥，拜拜。哦，为什么大家？哈哈哈哈哈哈！真的是每天都来。对啊，对啊。好，没有，我昨天买了两杯，然后留着今天喝。啊，你就是为了我去的话，我都会每天到，每天到。老板蔡雅安，对啊，就今天没，今天没有，今天没有，吓到我了。我刚刚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说，不是，但是我想说，没有。我们的默契，因为我没有，对，我没有。拜拜。拜拜。那你来了。我们说拜拜。刚刚才说完。拜拜。确定没有了？没有什么。对啊，没有什么。不行，我要看照片，我才会想起来要去哪里。九天真的太多了。可是你们的群组怎么一直在解散集合解散集合？因为我们跟你讲，我们就是到某一栋，一个小时逛街，就那一栋一个小时。哦，所以是对，大概都长这样。对，然后打烊时间集合这样。打烊时间集合，因为我都最后一个，我都最后一个小时才去。哦，就跟我们第一天那个什么人数那个一样一样，就是那种。我们几号去的？二十，二三，你看这张超可爱的，大家。可爱。你过去没看到。最可爱。可爱。因为我已经预判到了。都很可爱。对，哦，第一天就是跟你们一起在那边。你看，我们吃了这个很大的面包，很香，有柠檬跟小糖霜，然后这是那个舒服的。啊，是在哪？在那个什么 Lemonade 是吗？不是，那个就那山洞。Lumine 新宿。新宿。啊。新宿。一个行李箱够装吗？有啊，我们。我去买第二个行李箱。啊啊！有听说，我有听说。但你有超重吗？没有。有，我买一个手提的行李箱，然后又加够五公斤，加400块，这样才够。嗯。哦、我量的时候是25.5大的，然后小手提9，就是极限到极限。哇！我不知道我会买这么多哎。你怎么买的？衣服、啊。我就是衣服。还有药妆跟衣服，这刚好占一半，这样。好厉害哦！我以为蔡雅恩已经很厉害了，所以我还问他说：“蔡雅恩没有超重吗？”有啊，他超了。他超了。但是因为我们是一起，然后四个一起分，对，因为四个，因为我们一起一个同一个地板，我们不要超过80就可以。啊，原来是这样啊！而且不是，对，我是一个人定的，我是20，因为我就听到，我想说，哎，你已经几十四了，15。他没买东西，因为他行李箱小，他行李箱小，他手提超重。我吧，是我，你是没，对，我没拿东西，但是因为那个手那个听筒寄的那个行李是20啊，林勋好像有多5公斤还是多4公斤，我就一看到就。那我塞进去了，但是我就把手提行李塞进去了。他有去量他的手提多重吗？四五，好像有5吧。哎、我去机场外面不是会有可以量的吗？嗯，但那个超不准的、欸。我想说，我放了23啊，安啦，放去25.5，我吓死了。我们也是啊，我们蛮准的。我们蛮准的，我们蛮准的，还是雨田的不准。我们成天的，成天的蛮准的。那我的手提1-2公斤。但你的手提比较1-2公斤，手提是什么概念？1公斤。一公斤好像蛮轻的，没有到2公斤，那总共有10公斤的扣啊，只用了1公斤，对，因为放进他的行李箱都还有空位，你没有买东西哦，没有，但我有塞嘛，因为让他平均一点，哦，我有买东西啊，
我买最多是面膜。你整个，他说你整个人上去就知道准不准，量体重吗？好有道理。很难知道是准还是不准的。毕竟那是每一次很多。对啊，对，搞不好就坏掉。对啊，手提只带钱包上去买泡面。你看我第二天因为分开行动，我一个人去买 Hololive 的周边，然后还路过这个在东京巨蛋，记得，嗯，然后还夹了一堆有的没的，然后爆米花跟毛豆，不知道为什么要放一起，爆米花在里面超好笑，为什么在一起啊？哦，然后那天就是有烟火大会，然后我原本想去。但是我真的太累，我一上车之后我就睡着。哎，你不是坐过？我坐了反边，就想说，六点半应该差不多到了。然后结果，坐到起来之后发现是完全不同，跟原本差一个小时。好可怕啊！对啊，然后我好可怕啊，我一开始还回，差点回不来哎。好可怕！我一个人在外面这样。这个好可怕。啊，我还去逛了美术馆。好，这我知道。嗯。谢谢杜爽的红玫瑰。然后逛完就是那个迷路的时候，还去哪里啊？为什么感觉没什么？吃东西也是，哇，好爽！旅行的可怕经验也是好经验。对啊。这个是哪里？元素，元素。哦，我们有一天逛这个，然后晚上就去涩谷，连着。对啊，很近。你要干嘛？我想说你在看。我好像，但是我想要去哪里？然后晚上快递。我要拿快递。哇！但通常下面都是实心的、啊，它对对，它下面有那个什么，就跟那种什么玫瑰肉一样。不是不是，它是冻饭。啊，它是冻饭。海胆，然后这个是生牛肉，然后下面有鲑，不是鲑鱼，然后做炒饭。我吃到那个生牛肉，对。没事啊，下次再去吃啊，跟大家分享。这个是生牛肉海胆冻饭，赞哦！再看一次，什么意思？为什么再看一次？哈哈，什么意思？他说看我那个，我会突然出现。我有点忘不了那一天，在那个餐会的前一天，然后我开了一个直播，然后李宇真的很像病发，突然就说啊，什么意思？他真的然后我那时候忍住没有讲出来，我觉得这样很没有礼貌，就会觉得他就突然在那边啊，然后转回来，我忘记了。你说你那时候没有说我像病发？对。我最近又看到那个影片，我觉得真是谢谢你忍住啊。什么？我偶尔会出来一些，就是有时候哇，这种就很可爱；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很可怕的声音。有点烦。好好笑。元素跟粉，但我后来我没有去下北。哦对，这个就是下北泽的拍贴机拍的，这是拍贴机，就是里怎么讲外面吗？外面它有一区可以给你拍照，啊、然后旁边有一间一间的拍贴，好酷哦！原来是下北泽，你看，还有。你那个刘海怎么很想讲
为什么不讲？很好笑。好可怕！挡住什么呀？够了！挡住！哦，就是一样是生牛肉、海胆或寿司，真的好好吃。你要分享？那你不是喜欢吃寿司？你是吃寿司？我喜欢吃生牛肉，但是海胆可以，生牛肉不喜欢。我是不吃，因为生海只有这个组合是有生牛肉跟海胆。嗯，生牛肉很好吃。海胆我也敢吃，所以我是不吃那个生鱼，生鱼片我不敢吃。哦，嗯，那时候你吃寿司对不敢吃。想到吃鱼。对啊，到几点？九点半。对啊，到吃鱼。生蚝我敢吃哎、欸，我那天去竹壁吃一个超大，我给你看，大生蚝。帮我穿的。海胆不是也是生的吗？我去竹地。但是海胆，你家看起来是这样。你家看起来超大。看起来很像，很奇怪，看起来。看起来会做坏事的那种。哎、欸，有特效。哎、欸，好强哦。生牛肉的。我是红色。舞蹈是 cosplay， 这是要 cosplay， 不是要 cosplay， 不喜会。我那天去竹地真的怎么样？是不是？你看，首先是这个超级便宜的栗子烧，只要40块吧，还是30块？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哦，海胆哦。海胆什么、啊？这是尾鱼吗？那是对，隔壁是尾鱼，这是两种海胆。Oh my god！ 太扯了，超级好吃啊！拍的真好。哎、欸，这个很拍的很好，好像什么那个广告。对啊，这个拍的很好。其实有点贵，但我觉得吃起来非常的爽快。多少？你要台币吗？我猜台币500。会不会太少？真假的，好贵哦、喔！这是两种哎、欸，还有一个生蛋黄。大家看看我对海鲜不熟，我看看啊、喔，800。你太看得起观光地区了。哎呀 ，Oh my god！ 可是我觉得很值得。1000。再来。1200。再一点。再一点，1300。差不多，1300一碗。啊，他说有特殊印制的海苔，就代表是网红店。哦，是哦，你说有拍那个可以拍照的，有那个对，给大家拍照。可是哎、欸，这间店在那边超多家分店，就、有两三家分店。你说网红店，哦，真的超好吃。然后后来我就去隔壁喝那个抹茶，嗯，然后喝完抹茶之后去吃这个生蚝，看这个生蚝。它这么大，哎、欸，我真的很喜欢吃生蚝，其实，哇，好棒！给你们看这个生蚝，大概跟我手掌那个壳跟我手掌一样大壳，好棒哦！一颗800日币，好，还可以啦，还可以，还给我想成800台币，800台币谁买得下去啊？哇，好贵啊，800台币。日币的话还行，你要来跟这个雕像大叔拍照。周家安一脸就不想帮我拍，但我就说这很酷哎，然后他就说好了这样。好了，帮你拍了。超好笑。欸、很酷哎，它是蓝色的哎、欸，很可爱哦、喔，很可爱耶。那是什么线啊？蓝线。谢谢。可爱，刚刚那碗1300，对啊，刚刚那一碗台币1300，但吃的蛮饱的其实。哦，那还不错，就是偶尔需要一点这种。对啊，因为我这是原本那个
目标是想要去吃那种你知道就是超级豪华的寿司，嗯，那种什么 一克要2000无菜单料理，对对对对对对对，想说是这样，但后来就，嗯，然后我因为我不是比你们晚一点点走嘛，嗯，然后我就先去机场，就是这个时候是蔡恩跟我说准备要飞了，就是你们延后了，嗯，延后飞，啊，我去机场吃寿司。因为原本要去吃拉面，那太多人。啊。然后我就去泡汤了。那你睡的睡。哈？睡。飞得很顺利。飞得很顺利啊！就我旁边的女生一直在哭。啊？因为好像那个气流还是什么，啊，然后很可怕，她说很可怕，嗯，而且是两个日本女生。啊。但我那天真的太累了，因为早上还有一点，你看我那带了大的跟小的行李箱，天，然后就一个人推，然后还去吃，哦，你看他们都这样，欸，好可爱，站一个位置，很可爱吗？对啊，但他们一人就躺一张哎，哦，就是害我找不到位置，啊，但确实会这样站，然后我后来就在这里，嗯，是一个用餐区，至少找到了一个地方，嗯，然后我就泡这个，哎，欸，好棒，哦，全什么全 全天空全之空全之空的汤，羽田机场里面有12楼有可以泡汤的地方，嗯，但是如果去的话注意，因为是一点后才出场的话要再加4000日币，一点后才出就是原本凌晨一点后才出场，要加4000加800，对，啊，进去反正就是800，嗯嗯，然后如果你就一点前进去，不管用多久都是800，嗯，然后可是如果是超过一点后出来，就要再加800，嗯，有点贵，对，所以我就是赶快进去洗个澡，然后卸个妆，然后我就赶快到外面找地方住，嗯，就是里面在里面泡汤这样，那这是我的，欸，我好像是别的，有点。我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我花在哪里耶，我知道大概有好啦，3000可能是夹娃娃吧。啊，那个澡堂很新也很贵。哪里？800，他说800。很新。哦，嗯，800。台币。台币。800，有一点，但看起来很棒。对啊。看起来就是对新澡堂。嗯。你看，总共这样，哦，可能再扣10000。因为我10000买票，在8月份，就是刚好卡在那个23号。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最后是这样。哎，那比我多。那有其他的吧？比我多哎。你看，我知道有去补色，什么？啊。好吧，这边看起来好像就是，哦，这边回来，就这边就回来了。嗯。没差几千个。难怪吧。欸，你是我到底在买什么啊？你是我们第一名哎，我以为买什么，我以为会是蔡恩第一名，因为蔡恩一直在帮大家代购，我以为他会是最多的那个，然后结果你竟然赢他。给你看，我把所有东西摆出来，其实没有多少，然后旁边是衣服啦。好像也还好，这些小小东西就很便宜啊，然后鞋子是大概3000吧。嗯，我记得有药妆有买到10000块，嗯，但也还好，衣服买很多吗？就是，嗯，好像有，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哎。导演把啊吃的，吃很啊，对啦，你啦，嗯，对啦，我还去吃烧肉，吃很好，去吃。对，一兰拉面啊，你吃一兰拉面，我第一次吃一兰拉面哎啊。然后阿安就说：“那我们就要去日本吃啊！”然后他就带我去，这样，好酷啊，哦！好酷！西兰拉面。所以我觉得那个隐藏成本一定有吃的跟夹娃娃机，吃的感觉很，你吃的比较多。然后后面夹一堆那个毛毛。我有收到你的毛毛。那一次掉了2条毛毛。对，就真的哎，在贵什么？花的钱会不会变成体重了？
我有量，就是我泡汤的时候不是可以量体重吗？没有什么变。哦，那还行啊，那还行啊。可能是因为一直在走路吧，就是在日本一直走走走走。而且因为我日本每天晚上我都觉得我要死了，饱到要死，但好像看起来还好。我觉得我在日本吃不完，好像都只吃一餐。我每天都吃。然后晚上就不会吃宵夜。我们就会直接睡觉。我们会。但你们是不是会再去便利商店？我们会吃两餐，然后再买便利商店。然后那个每次那个，因为日本的面不是可以分嘛，就是小、中、大、小、正常、大这样。嗯。然后每次我说啊，我好饿，我好饿，我要点中，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死了这样。你们第一天那个乌龙面超好笑。哇，乌龙面，你知道吗？早上六点还七点的一个大暴击，就是七点吧，好像七点，然后点那个乌龙面，然后我觉得哇，我真的我不行了。不是它分量很多就算了，它那个碗超巨大。我真的觉得我不行了。在哪里？你没拍哦？你很突然在剪影片。对，没有，因为我要八点发，然后后来发现，哎，怎么超过了？怎么没有对到音乐？我现在要重对音乐。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碗多大。有看到我的手吗？我的手在这里。然后这个碗这样，这是林依云的碗，他根本就吃不完。我超好笑。你知道我吃不完，看起来超痛苦。然后这个是什么、啊？山药什么生蛋黄的乌。乌龙面嘛，我看一下这上面还有什么，反正基本上林依云的碗啊，比我的还要深，然后汤也很多，然后它那个比较咸。可是为什么啊？明明同是同一个分量，我一球、啊，吃一球吗？吃一球啊，我也吃一球，所以我的问题我觉得是那个调味，因为比较重口味，明太子。有点太早，然后吃太重。不是，你那时候就想说，都来日本了，是不是要吃很酷的东西？哎，我就吃吃看，就然后结果，哇，这看起来好酷哦，超咸。我另一个比较好，什么蔬菜什么的，那个看起来比较 OK，哇，比较清淡啊。这个太咸了。还是那个，我们去吃寿司的海胆寿司。反正随便都很好吃欸。我们没有吃海胆寿司。你没点吗？我们就只吃了那个美登利，就跟你一起去吃的那个，我们就没有再去吃寿司了。但我们很厉害，我们都吃不同种类。你说你们四个吗？对，还是我们没有重叠。我还有是去吃汉堡排欸。你吃汉堡排哦？是因为我原本查 IG， 然后那间店有一个什么，咖喱欧姆蛋嘛。嗯，欧姆蛋。就看起来很好吃，然后结果他就说，反正他就说就是没有提供。嗯。不知道是说会做的人不在，还是这间店现在目前没有，还是他有很多间店，所以他不在这间店。反正我不太懂是哪个，反正就是没有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还是点一个汉堡排这样。嗯嗯，超可爱的，好可爱哦，很道地耶。但是你知道我上次吃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家优喜，汉堡排。吃什么？然后大巨蛋好像要开，这是老板吗？对啊，因为老板送我一只冰棒。是老板吗？然后我就想说我要留作纪念。好好笑。好笑，你好医哦。我就说我就拿冰棒，不是，是我要结账，然后。刚好我后面那一桌是好像是老板的朋友，就是有一个家庭这样，然后最后是那个后面的妈妈就说是不是有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拿了一盒出来，然后我要结账的时候他就说 ice cream、okay、然后我说好棒哦，好棒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然后我就拿了这样，我就想说是不是应该要示意一下，然后我就说我就把相机打开，然后我就开那个自拍镜头，我说may I就是may I is OK， 然后说 OK， 我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好笑，刚才什么舞蹈的图感觉很多，对啊，我是狂拍照。洗衣机是第一天玩，对对对啊，第一天我们在我在开赛车，他们在洗衣机，
我觉得还好有洗衣机耶，因为你还记得我第一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无时无刻都是在想睡觉。对对哦，真的。哎、欸，那个对不对？就是进游那个游戏场之前啊，就一直很想睡。真的是，哪？嗯？嗯，在嗯，为什么找不到？找不到呀，在哪里？为什么？没放，不是这个群组吗？是哪一个、啊？是哪个群组？太多群组。你说哪一张啊？那个、啊、你在中间，然后蔡恩在旁边，然后我在旁边的那个、啊，你有印象吗？没有。哈，你说在这在寿司店的时候，我们两个睡翻啊！啊寿司店，有啊，在哪？等一下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记得有啊，在哪？啊，那我觉得鬼屋比较可怕，鬼屋不是我鬼屋我会吓哭。可是鬼屋如果啊，如果那个地方是没有塞好的，我会感觉到就是。如果我有那个敬畏之心就开始出来，你懂为什么？就是如果是真的那种的话，我就会就是，对对对，确实打扰了这样，对不起。可是如果是鬼屋的话，就可以接受嘛，因为你想说这些人一定是工作人员去塞，然后场景也是去塞的啊。我害怕。那我们下次一起去玩吧。Yeah.那不然我坐一次云霄飞车，你去玩一次鬼屋。Yeah. 对，你看鬼屋还可以踩在地上，心情比较安全。我不行耶，我跟你说啊，你们没有，对他们没有去哈利波特，然后哈利波特。对，因为我就去那个东京巨蛋，里面有一个跟博物馆禁忌森林，然后禁忌森林做的很厉害，就是真的很暗。然后很就是很像鬼屋的氛围，但里面是大蜘蛛这样的。大蜘蛛。对，然后因为他一开始就突然变很暗，都不要走了，我就在那边太怕了吧，很可怕，很暗哎。然后说看到很像富士吉那种，真的很想去哎。我不行啊，我的富士吉，我一看就说这个我肯定没有办法，我不会想要尝试。确实。这个我一看就是没有办法。很可怕哎，然后想说为什么哈利波特有这个桥段啊，好奇怪啊，然后就他旁边也是有恐怖的森林啊，那个剧情里面就禁忌森林，对啊，可是我没想到他弄得做的那么暗，还原呢，他很暗，因为他前面是叫守护灵出来的，哦，然后就你没有叫成功，所以你才会怕，我有叫成功，那怎么，你知道吗？我不死是因为我看到有狗，然后他突然叫狗狗出来，他就凤凰。哦，那个是怎么玩、啊？好像蛮好，就是那里面它就是你要这样，它绕圈圈。那你们每个人都有？没有魔杖没关系，你用手绕就可以。它是感应式的，对对对，它感应式。然后反正我就用魔杖绕圈圈，绕圈圈。凤凰说：“还不错哎。”然后又到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地区，然后没有人，所以说：“那再试一次，再试一次。”然后绕，又是凤凰。我说。好吧，那我就是凤凰咯，还蛮好玩，蛮高级的。所以你最后没有成功。对，我就是凤凰。那一定就是因为没有召唤到狗狗。我的守护灵是凤凰。可以了，这么红，他看到你的头发。那蛮好的，守护灵。那个大胆，你要看是哪种啊？有刚刚说物理的跟那个精神层面的，美术馆是自己去的啊。对啊，因为没有人要跟我去美术馆，我就说我想去看什么看展，我就说哈利波特那一天是不是？对啊，不是我就特别排，因为那天就刚好分散各自活动，对，没有人。然后我就问安安说：“你想去逛美术馆吗？”他说：“果然是艺术人会排的行程，但我不是。”那我就说：“哦，好吧，那我就自己去吧。”这样。对啊，你会想去美术馆吗？还好。我要去逛街，对吧？是不是？真的是，好好笑。就是换我要背睡觉的人。但要看你，肯定是哪种什么展呢、啊？还是什么？他这就是大阪、东京跟巴黎的三个地方同个时期，然后同个主题的画展。哦。
他们就会一次就会摆三幅画，然后是不同地方，然后因为地方不一样，但时间线是一样的，所以你就会看出有一点点关联，例如说画法或是一些技法啊啊，呈现的一些手法是相关，那个、对对对，那个时期的不同地区，然后你就会看到不同的技法里面有不一样的就是文化，啊、就很酷这样。那蛮酷的啊。但是你会想去吗？嗯，不会。但讲真的，这跟你讲，真的是我到可能我所有地方都逛完了。然后你说你要不要去我说好哇、啊、这样子，但应该不会有逛完的那一天，要逛完对吧，但还好，因为我觉得这次去八天就差不多，我可能第九天的话我就会跟你一起去。哎、欸、我这次也觉得差不多，八天是差不多，差不多好像要八天，我觉得九天有一点太多了，就是开始有点不知道去哪里，但其实那一区好像差不多就逛完、嗯、就其实在远地方我也懒得去，所以对啊对啊，因为前面还去了横滨了，所以就哦，我没有去横滨。哦，对，我们第二天去横滨。嗯，那我第一天是怎样？还是在在东京跟横滨的中间。啊，对对对。我那时候在中间，然后第二天才去了横滨。那时候是有交流的吗？应该是互相有参考，就是说哪个画家谁什么之类的，应该是有参考的技法。你说大阪、巴黎跟哪里？东京啊。东京啊，东京，巴黎。哎，应该没有错，欧萨卡。对，欧萨。Tokyo、巴黎，对啊，三个。那感觉。对，例如说都会有三个的女性的肖像。嗯。然后你就会看得出来。哎，那感觉内容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啊，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日本画那种吗？但没有哦，没有哦，日本的画很多都是西洋，都是油画或是什么，就是我那时候去也是有吓到的、哦。然后他们也会把、哦，因为日本不是有挂轴类的画吗？嗯。他也会把巴黎那边的比较长条形的画摆出来去对比，嗯、就很酷这样。很酷哎、欸。只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语音导览。嗯。但我听不懂。听不懂。对啊，所以我就只能一直自己靠翻译这样。他只有日文。嗯。它只有那个最前面那一整区的大标题可能会有中文跟英文，嗯，所以我觉得是蛮酷，什么街景，然后到人文，然后再到照片，嗯，就是都不一样，好酷啊、哦，有一种跨时空的感觉。对啊，浮世绘，然后他们楼上也有自己的馆藏，嗯嗯，就很酷。哎、欸，我觉得最棒的事情就是。欸，但是这件事情不在我自己直播上分享是可以的吗？没有关系吧？你在你直播在分享，我还没有回来，还没开过直播。哦、真的、啊，就是因为馆藏的方面是就是他们的常设展嘛、嗯，然后里面呢就会可能在墙壁上啊就会写说、嗯、你在这幅画里面看到了什么？嗯，有看到什么？比如说橡果嘛，有没有看到什么枫叶吗、嗯？那你看到这两样之后？你还看到了，有没有感觉到更多其他的东西呢？或是到另一幅画的时候，它旁边就会写小小字，就是说，你觉得这幅画会有什么声音，会有什么气味？它是一个非常厉害带人家看怎么逛展览、看美术、看画的一个方式，这台湾很少见。引导。对，它很会引导。对，然后我就觉得哇，难怪好、哦、你知道那天是礼拜六。嗯。美术馆是挤爆人哎、欸，然后超多小朋友，而且是安安静静的在看展，我对这件事情超级印象深刻。台湾比较少，对，就是可能需要那个小时候的美学教育要再推崇一下，才有办法到这个样子。欸、对啊，我当然是蛮羡慕的。但引导式的真的很好，因为有些就看不懂这样。对，需要去做一些提问。嗯，就例如说有一幅是全几乎都是黑色颜料的画、嗯，但他们还是有一点点色差，对对对。然后他就会在旁边写说：“这上面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吗？”然后就会想，就画家在就很认真的去上面看，就会想看，嗯，这种，嗯，对，真的很棒。而且还有一些立体雕塑，就会说在地上就会画那个脚印嘛、嗯，你就可以站在这边看。然后那边有超级可爱，嗯、最佳观赏点，对对对。然后他会有好几个。可爱，好棒哦！我第一次觉得哇，就是原来真的可以做成这样，在哪里啊？有一个角角，你看这个角角，你看这边有个小角角，
我赞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那个美术馆地上会有给你参考的嘛。你看这边是什么？小脚脚，小脚脚，超可爱。他们里面就很多这种小细节。你看啊，他说你看到这个种子，你看到这个，你还看到，你还看有看到其他的吗？这样，他就会写在墙壁上。嗯。啊。哦，好酷哦。嗯、而且是小小的字。他的，你很认真在模仿，踩在上面。但是东京的，就是日本的税，我记得是蛮高的。日本税很高。嗯嗯，虽然他们的待遇跟薪资很好。嗯，但我觉得就是薪资高，税才高。确实。啊呀！哎，啊，东西到了，真的，我们没有的。但我跟你分享那个狗掌印，为什么会在你的手上？我不知道，某一天突然长出来了。我刚刚很想要这样，手机用脚，手机用脚，你看，真的是这三角形啊，一二三四，就小学的时候，某一天突然长在我手上。啊，你有小狗狗守护灵，对啊，然后就站在这里，对吧？不是，所以遇到坏人的时候你就这样。有他有他、欸、我不知道我有讲过吗？我不知道哎、欸，我这边有一个狗掌，这真的是狗掌，小时候比较像狗掌，现在长大又撑开，但还是应该看得出来是狗掌了。其实就是横向的拉开的狗掌，对对对对对，这样一二对。以前超明显，小时候皮肤就是这样，小的时候就是狗掌。是不是不小心烫到？你是故意拿那个没有的？有必要吗？为了这个就很爱啊？真的不用哎、欸。我是小学的时候莫名其妙长出来的东西，然后就在我手上有狗掌。我那时候长出来，我还跟我妈说：“妈，我手上有狗掌。”然后我妈说：“哦。”我是就是从小开始就喜欢的，哎、欸，我从小就是狗派，你看，是女性的肖像。其实你认真看，其实看不出来哪个是日本，啊、虽然这个看得出来是日本人、嗯、衣服上，衣服上，但是你这两幅就会看不出来。对啊。啊！你看我的狗仔。嗯，我知道。你看那个美术馆地上有那个引导你站的，然后这边它还放了一个小狗掌，可爱，这狗狗要吃在那边，超可爱，但狗狗根本就进不去啊！你知道它在搞什么？它歧视狗狗。那个哈利波特影城，它有一个就是我忘记哪去，它有一个脚印的地方，然后大家都只这样走过去，我就说跟着那个脚印走的话，那个屏幕会有感应到，会有别的东西。那个小树枝，嗯，哎、欸，那很可爱。哎、欸，你知道我后来看别人的那个 vlog， 然后就说，在那个纪念品店的树干里面有那个小树枝，然后是各种不同形态。我们没有去看，没有发现到那个东西，就是会有一个小洞，然后你要靠近去看，嗯、你要去看，对啊，对，那时候就会长不一样，可惜没看到。对啊。它几乎都有了，嗯，欸、我们甚至还喝了瓶那个黄柚黄柚啤酒，对，黄柚啤酒。啤酒啊？啥？哥哥，它跳出来了，在外面。好痛啊！哎、欸，有哎、欸。出来了，你要不要吃吃看？这是我带回来的。这是什么？今天从刚带回来的欧米亚。哇，千层派的欧米亚，你可以咬啊，直接你可以把整根吃掉。真的吗？哎呀，很好吃啊、哦，很好吃啊、哦！大家都去。那就是我的晚餐了。好。啊，你吃这个、啊。其实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好像不吃东西是不是就会变瘦？确实，确实，确实还是确实没错。
你好好搅开。我没有去，我没有去哪？你会去哪？那你去哪？你去干嘛？那你去哪？签东西。救命！吃一口。没有留在，应该没有。他感觉是刮到，好痛。继续播音乐，刚才用一片音乐停，音乐停了就很无聊。停。那怎么这首？等一下哦。哇，好酷哦！那棒，真好。这是米粉啊，不是，这是米线。比较粗一点点。又是米线。要听什么？多地方，我们去超多地方了。其实我觉得还好哎，就是一天挑一个点。啊，但你有，哦，我还没去过主地。比较厉害，我们超多，我们去好多。你们不是一天去两三个吧？就中午晚上。因为你们比我们早。只是你没有这个感觉而已，但我觉得去了。你们那时候，你们出门然后说什么要解散的时候，我还在床上。啊，真的、哦？对啊，我大概都是中午才出门。啊，是银座啊。我现在只想到银座。银去哪？银座去了，然后下午去了。对，我这边有啊。Lightning， 你是 Type C 还是 Lightning？ 我是 Lightning。啊，这个。所以。没事很多，哎，我不知道哎、欸。真的要拍照才会记得。我记性不好。我的记性不好。是什么？啊，银座。对，寿喜烧在银座。我吃寿喜烧啦，好像没有哎。哎呀，再去一次了啦。先还钱。先把钱赚回来再说。那你们在路上一直遇到什么 YouTuber 在传统？YouTuber 根本没有。没有哎、欸。我们遇到两组还是三组？不是为什么你们一直在遇啊？对啊。你的头发太招摇。是吗？我觉得我刚就有说，因为你拿的那个。没有，那个时候都。不是，其他人在问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正常在走。好酷啊、哦！我们完全没遇到。好好奇，如果你们遇到会怎么样？虽然应该也是就是不是那种。就是他们好像觉得是我们在装作听不懂。他说 ：“Aki， 你好像不能说别人头发。”对啊，头发比较常见啊。其实我觉得日本的染发很多哎、欸，我走到路上都会看到。日本人其实很。哎、欸，我觉得日本最近流行多种类。啊，粉发好多。粉棕超多。嗯。很漂亮。你现在是牛肉，对。你红发说啥？太显眼，染发太显眼，红发嘞，红发才显眼。啊，但是因为日本不是很多那个嘛搭讪的，我们没有遇过搭讪是什么概念？他就是问你，他说一个人吗？你要去哪里？你要去找朋友吗？
你哎，有没有时间啊？要不要跟我去晃晃啊？哦，完全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很害怕的时候，我跟周家人就会大聊中文，然后我们不知道聊什么，然后我们就说，哎，这里很那个这样哎，这样什么？然后其实就不知道聊什么。聊中文很有用。嗯，然后他们就会。但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会散嘛，我们会一个人，然后就受不了，然后他就会过来，然后有一个很好笑，我要分享那个星巴克事件，我真的很想喝星巴克，然后我就，但是我就往那边走嘛，然后走，然后就哇搭讪的人来了，然后我就不理他，因为我通常都完全不会看他，也不会回他，我就继续走我的，但因为我的眼睛在看星巴克，因为我很想喝星巴克，然后就看星巴克，他说哎。你想要喝星巴克、哦、那我们一起去喝啊，然后我就只好略过那个星巴克，我又好难过、哦、超烦的，喝不到，然后我后来就捞回来买，然后还是买了，但就是很烦，明明就在眼前了，我还不能进去买，所以你要他要请客，没有，他还没说他要请客哦，他只是说一起去，要不要一起去，对，他只说要不要一起去，好好笑哦，真的是，这个很好笑。是有个超好笑，就是因为不是那个 YouTuber 就是会说可不可以采访嘛，然后我因为我走在前面，然后是安安回答，然后安安居然给我回答日文，就是说那个日文不好的那个日文是什么？日本語什么什么，就是不上手的那个说法。ね。忘了，反正他就给我回答日文，然后发现那个男生就是继续在追问，然后我又走过去就说 sorry we can understand， 然后他就一路哈，刚刚他还在讲日文，而且我们在就是骗他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快走了快走，赶快是不是？回答。你看迪士尼的鸽子，哦，日本鸽子真的超多，还有乌鸦，那乌鸦真的会，哦，乌鸦超可怕，它在你头上啊，那个超大，我被日本的鸟吓了好几次，你走在路上一直被他们吓，不喜欢你，下周。我忘记了，我刚刚有一件事情要分享，但我又忘了。你知道要分享去哪里吗？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去哪里。去很多地方。想看看我们的行程是怎么这样安排的。我买了这双鞋子，超可爱的。多少？1490。差不多就4000，3400。我们先去了，去哪？先去了去哪？前面叫横滨嘛，横滨那里，然后后来去，去中华街。啊，那也真的是走走而已。横滨的中，因为真的没什么好逛。那你不是有搭缆车吗？哎呦，这就是为了去搭缆车，所以才耗一下时间。对，哦、因为缆车要晚上夜景。夜景比较漂亮，但那缆车好快哦。就是搭完了，你该拍的拍完了就没了。好玩，而且那个拍照是那样，快，换人换人，但是有没有可能是你们人太多？因为这样拍照时间4倍啊。但还好我们22啊。而且他们拍完，他们一直在拍，我都拍到那边，然后我就直接欣赏风景，他们都完全没有欣赏风景，完全没有，他们三个完全没有欣赏风景。我们还没拍完，我拍好了、啊，没拍，我拍几张就，因为也不会发那么多张。没有，确实那个东西有点多，林湘拿好多东西，你知道吗？他自己一个拿他的瓦拍，他拿很多东西拍，那边要换，对、啊，要换东西耶，然后就哎、欸，拍完刚好到了，哇，刚好到了，反正有拍到。那你推荐那个缆车吗？你知道有什么体验吗？观光客体验，所以还是可以去搭搭看的。对，观光客。但我觉得是好看的。好看的。啊，你们是这样搭过去，还要再搭回来吗？你可以买来回票，但我们是，我们没有，我们是先到。为什么在震动？对啊，为什么在震动？地板在震动。对啊。
至少我们先到咖啡机吧，对吧？我们先到先到对面，然后再打回来。对面有一个 mall 可以去逛，仓库红仓库呢？好逛吗？还可以。还好，还是我没买什么。还好，没有没有什么，其实还没什么好逛。扭蛋。哇。扭蛋。扭蛋跟拍贴，我们在那边拍了个拍贴，跟扭蛋就这样，然后再搭回来。嗯。那你买去哪？但是就这样走走，然后搭缆车。对，那一天那一天好像就，不是打回去有去哪吗？是没有。忘记了，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沉浸在你的手机里面？啊？干嘛？干嘛？我看一下后来还有什么。我吗？你说我吗？对呀。哦，后来就回去了，就没有了。然后再隔天是去《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玩吃米线，吃米线。然后再隔天就是，是不是大概就是一个点一个点？嗯，我不知道，对啊，哈利波特玩，好笑。是池袋，隔天就是去池袋，池袋玩就没有了。然后就迪士尼，啊，去池袋玩之后去涩谷，对，池袋玩之后在涩谷，啊，新宿然后在涩谷。新宿吃那个牛舌柠檬，对，我那天真的很好吃。那天吃柠檬，好厚。然后再去涩谷，然后是那间的生牛肉我没有点到。啊，我没有点哎、欸，我们好吃好吃，好吃的，好吃。有人有小王剑哎、欸，没有找到哎、欸，是什么？面面在找小王剑那个应援棒，小的。那我也没找到，我有一直在找。都没找到哎、欸，柠檬要预约，对我们有先预约，我记得超早就预约了，对，七月底，什么一人站一脚，对啊，就一二三四，真的开很快，那时候明明很漂亮，开那么快做什么？好好笑。日本乌鸦不能拍哦，哎、欸，他们说日本乌鸦不吉利，却不能拍照。嗯，但我拍的是鸽子，所以应该没关系。没关系。乌鸦吓都吓死了，我还拍照。乌鸦很漂亮。乌鸦很可怕，它一直在我头上叫，哎、欸，他们都飞很近。对，鸽子也飞很近。对啊，鸽子也很近。太熟人类了。就是不怕热。后来是什么？后来就迪士尼了，然后那个烧，那个实景烧，然后是什么嘞？隔天我去下北泽，隔天我们去新宿，对不对？是不是感觉一直绕，就是绕在新宿这里啊？新宿。而且我第一天，就是我跟你们分开之后，我也是待到新宿站，嗯，然后我只大迷路哎、欸，里面超大，那新宿很大，出口超多的。对，新宿是大站。欸，但我上次住新宿超方便的。对啊，就是住在新宿真的很方便，去哪里都很方便。旁边就是其实蛮有些东西蛮贵的、啊，就是感觉是一种就是观光区。对啊，欸，他们说我这次去才知道，说唐吉的价钱会不一样。我最后一天才发现。我这次去才知道。但我想说一次买完也蛮方便的，好像还是可以接受。嗯。因为我那个行李箱大概。2000块，所以我在第一二天的时候买了很多，嗯，因为那边一看就是 很便宜的样子，对啊，因为好像药妆店更便宜，对，不知道，反正那边一看就是没有人要去的地方，所以感觉超便宜。欸，我这次有去，因为他们很多那种很过劳的人嘛。嗯，他们很多那种疲劳的保健食品，嗯，然后我买辛苦了，辛苦了，我又买三罐那种玻璃罐的，是液体的，嗯，然后你睡前就可以喝，嗯，然后我就是有试过，但我觉得好像
就是有效，但其实不多这样。我觉得我自己连一点在试喝他们的什么机能的饮料，嗯，什么柠檬的啊，嗯，有啊，你们一直买那个能量饮，对啊，你也买，然后就是第一天我差点要睡着的时候。你们一直在喝那个能量饮，突然间吓掉的。我想说好好笑，因为它小小一块。啊，对啊对。你们一直在买那个，夏兰也在买。很累。还行哎。好久没有用 LINE 的界面哦，真的假的？我的。因为它那个跟拆掉跟这个秘密，不是有这种酒。能量饮太累还是没有用。哎、欸，我要看完。哦哦。哎、欸，你有看到月份的吗？没有。啊这边没有。这边有，这边没有。你看这边是啥？好酷哦。有用。酷哎。但是能量饮太累也没用。但你说一点点，一点点用。就是不会到一定，因为东北是我们在睡觉嘛，嗯，就我们都是四五点在睡，嗯，然后睡到中午这样，然后我是觉得，就模拟在台湾的那种睡觉时间，我当时到早上十点或十一点出发的，对啊，你们都很早，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基本上有修复到了，因为前几天就没喝嘛，我是后几天才喝，嗯，然后我觉得是有效的。但是感觉得出来，就是不能常常依靠能量饮，对，就好像睡觉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嗯，我想说去日本也才玩个几天，一个礼拜，就顶一下这样。所以我回来之后，我都在睡觉。真的？但我是这样，我就是想说啊，顶一下，然后就顶完。他不用睡觉啊，你也本来就不用睡觉。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很早，我一定要睡，但是不能那个怎么样，就是我可以五点睡，然后八点就出门。嗯，他要睡就对，就一定要睡。我一定要睡，我不睡的话，那你们是不是其实也脑袋不清楚？对啊，会不清楚吧。我有一次啊，会，但是我想一下，我有一次通宵工作是拍生写真啊。我那时候是怎么？嗯，哦，然后我那时候是我不知道时差没调好，那时候特别晚睡，然后就因为我们拍生写真都很早，就早上七八点一早集合，对，一早集合八九点就集合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时差就没调好，都早上六七点才睡，然后我就起床就说哇怎么办？就想说，哎，可是要睡也睡不完的，然后我就直接混到拍，就是集合时间，我就去拍生写真，然后就想，就是还好，但我就没有很累，至少因为是室内，我就做完了，室内的，然后晚上继续，我晚上好像早一点睡，三四点睡，好早哦，然后时差就调回来了，就会变三四点，给我切割。他以为会拍到点亮，不会，竟然不会睡了。我也累，我不知道，我真的。但我觉得我的泰国比较扯。我泰国是很烦。对，你不知道。我泰国是四五点睡，然后叫他们起来吃早餐，就第一个起床说吃早餐的那种人。而且他们还在看泰国选秀。对，我们还在看泰国。我跟张法都睡死了。对，我跟张法法跟蔡恩。一起，然后我记得他们有一次是两个人都不想去吃早餐，就我去吃早餐。对啊，因为我们也会去吃，隔壁房间是我跟高云爵跟王一佳，然后我们也会吃，但是我们会在早餐关前半小时。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舒服的时间。对，快结束的时候，然后看到林允的下面。对。他说：“哎，怎么只有你？”他就他妈还在睡觉，他叫不醒。他叫不醒，我就自己下来了这样。然后回去我就会继续看泰国选秀，然后他们继续睡。嗯，然后我想说为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就是整个泰国行程没看到我在睡觉。嗯，我说有啊，你们睡着的时候我会睡觉，你们起来的时候我起来了。那个什么张爸爸也是那种会昏睡的人。嗯，他从以前住宿舍的时候他也说没有看过我睡觉，因为我起得比较早。嗯，然后睡得比较晚。对对对，我也是。对，
但也没多晚了，那个时候没多晚，现在才是较可怕。现在比较晚。对。自从你搬来离我很近之后。还好啦，你最近回去蛮早的。对，我最近。要看第二天有什么事啊，我觉得。嗯。干嘛？我觉得泰国那个是真的不会累，但我觉得跟行程有关，就是我们行程也不好去。泰国没在干嘛？泰国都没干嘛？很chill啊，然后舒服舒服。嗯。我泰国战机是一颗包。然后五张专辑，嗯，没了，因为泰国有泰国通路，特点长不一样，所以我去那边搬砖，好酷，那边搬砖，太好了吧，吉米做太好了吧，直接帮我做了在一年的直播间，有机会再分享。新加坡会累吗？去新加坡好久，我想想，也没有很久，去年。但对于我的记性来说，去年五月有点久。我想想，新加坡我去蛮短的，应该只有三天还是四天。然后，但因为新加坡很小，所以也不用去什么地方。新加坡真的蛮小的，就还好哎。也没有很早起床，都啊，我去新加坡很 chill， 大概12点1点出门的那种，因为点很少，所以就慢慢来这样。搬专辑的专，特点，对啊，有不同的特点。这次日本是不是不太需要考虑要怎么走，所以不一样。你们不用吗？哎，我们是前一天才会决定的。我们也是，我们有大概说这一天要去哪里，那一天要去哪里这样。我们有先讲好，差点就没，差点大家没有要走的。对啊，反正就而且很过分，很过分。然后我那天就很，我想说你们要不要定个最好一个大概嘛？然后我就把整个那个备忘录打出来，然后到前几天，然后还有人说，不是要去哪兒，没有啊，然后说不是打了吗？没有啊，你没有。哈哈哈哈是打了。我懂这个，是不是？我上次遇到的是 Mina 跟汪汪的时候，他们也是说没有啊，没有写啊。我想说不打出来啊。有啊，打出来，而且那天没有人回复我吧？有，我有说，我说你放在记事本啊，这样。对。我有回你。嗯。别想，因为没放在记事本，肯定是找不到的。真的，其他肯定找不到。没有啊，在哪里？我找不到啊。没有建议，不是不能知道。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会很焦虑，就是没有计划这件事情。嗯。但我觉得经过这一次，我觉得你可以放松了。对啊，可是我觉得好像那前提是时间够长。所以够长的，我觉得看配合的。啊，对。如果他是一个比你还没有想法的人，你可能就会觉得你应该要有个计划。但我跟他就是，对，他说我们明天准备走这样子。就是好啊，来就来了，好啊。你们都批人。批是不没计划。可是我，我测出来是批。嗯。但是，我实际上其实很想要真的做规划。嗯。所以是假的，不是踢人。可是你有妥协说。可是我觉得出去又不是独旅，一定要有沟通啊。但是好像很追的追人，就不行。华山后面剧场很追的追人。手牵手公演。哇！下一次你就是在宣传什么东西？你很突然。对，跟着走就好。但我是没差，我是真的是可以到当天再决定要去哪一个人，我是超级没差的。九月21、22号，我到当天再决定去哪里，就来华山公园剧场吧。也可以玩得很好。嗯，
我是这种人，所以来看。我可能就是住宿，然后交通我都知道没什么问题，然后语言也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随便随便玩这样。哎，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旅行是一件很放松的事。真的，我觉得旅行很开心。我们是去别的地方买东西，很放松。我跟你讲，我永远的目的都是逛街。对，而且今天不管我逛到什么还是没逛到什么，我只要有逛街，我就很开心。但我觉得逛街，我是逛街人，没有逛街真的很开心。不是打买东，不是买东西，就是逛街很开心。嗯，有点东西在看吧。嗯，我觉得是逛，然后找到了一个。怎么讲？就是你先付出了这个逛的时间跟精力，然后如果发现了一些小小宝藏的时候，就会很开心，特别的开心。但是我觉得就算没有发现宝藏，我觉得整个都很开心。嗯，我也是，就是不管买到了什么或是干嘛，有逛到就很开心。然后休息就吃饭这样。啊，但哎，这次比较，我觉得我啦，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平常出去玩，我不会吃饭。可是大家要吃吧。我对于食物没兴趣，就是我没有说我去哪里我一定要吃什么，就没有，就还好。对，然后但这次现在大家要吃饭，所以让我吃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蛮好，也不错，也蛮好的，很棒哎、欸。因为我上次自己去嘛，嗯，吃了坦仔三个就这样，我唯一记得只有坦仔三个，其他我都不知道我吃了什么，因为就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想说我要吃什么，因为反正你的第一顺位就是逛街啊。嗯，所以我不会在乎我吃了什么，所以这次真是蛮酷的，很开心耶，吃到了茶泡饭。嗯，酷，好礼貌，不会把吃当做，对对对，因为有些可能会排斥的行程，所以我去，就是有个方向，一个目标，例如说我去一定要吃寿喜烧，对对对，嗯、海胆，对对对，生牛肉，对生牛，我是还好，我就是这样。手啊，对啊，我的目的是手摇。哎，我要说，我去，我觉得差点要把手摇戒掉嘞。我觉得其实有，因为我你看，我现在还在喝水。不行，可是因为那边什么真的超贵耶，确实都很难找，闭着眼睛就买了。可是不是啊，你们第一天不是在买那间前，我自己先喝了一杯嘛，然后它一整杯全部都冰块之外，然后就超甜，大概是我觉得直接是我们的正常糖。三千哦，我说我自己买的，你买的那个，啊，对，你有买了一间，然后你就说你干嘛喝这个，我带你去喝更好。你觉得好喝的啦？不是，林雨一天可以喝三杯耶。可是日本的都很小啊。哎，真的是鹿角巷很棒，鹿角巷很好喝。鹿角巷的大杯是我们的大杯，鹿角巷超好喝，而且比较便宜。什么？在哪里？也是贵，但是也很便宜。大杯超大杯的，对，它大杯是真的大杯，很大杯，而且很香。我以后都喝鹿角巷。我们喝奶茶，然后很香，比 Koi Tea 还要便宜。我记起来，鹿角巷，是那个鹿角。台湾也有，台湾也有啊。我一开始在香港知道这个饮料店的时候，我以为是巷子的巷，以为是台湾的。对，台湾有，台湾有，台湾的。啊，真的、啊？只是比较少看到。嗯，但开在台湾，说实话，我没喝过，就是看到了我也不会去买的那种。没看过哎、欸，我真的不会去买。以前在信义有，但我知道它小杯是真的是小杯，它小杯是这样。嗯，因为它的我没有那时候没有感觉，我有点忘记它的杯子是怎么样。但我记得以前我在找台湾的鹿角巷，它那么小，然后中间有个鹿的。图案，印象深刻。嗯，鹿角巷喝过，但很少，真的很少。台北有吗？好像没有，最近应该是新竹。对不对？好少，以前在信义有，这一碗关了，汤都是我喝掉。但我在那边觉得最就是很怀念，就是你推的那间之外，还有那个抹茶，有个抹茶拿铁，
然后他说可以选正常、跟少糖、跟无糖。嗯、然后我就跟阿讨论说，应该还是要喝一点点糖吧，不然感觉没有喝到饮料的感觉。然后我们就点了少糖，嗯、就他少糖，我觉得几乎就是七分八分、嗯、这样，觉得哇，真的是很甜。少点微糖啊？没有，他都只能七八分呢。没有，他就写少，你知道吗？没有，就是 就是稍微少一点的糖，嗯、但还是很甜。跟你讲，去日本喝什么最划算？喝星巴克，已经算是星巴克已经算便宜的了，比快递便宜耶。嗯，啊，但星巴克比较小杯，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去点了一杯超小杯，然后跟他有点鸡同鸭讲，就是我点那个什么，就是红茶拿铁的概念。嗯，然后他就用很重的那个叫什么好可爱的英文。对啊，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要哪一种茶、嗯，然后我前面他讲了两次，我真的听不懂，他是用手写下来之后，我才知道，哦，是要选那个种类，然后我才选完，不然前面真的花了，一定有五分钟在点一杯饮料，那时候后面没人，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时候已经要打烊，嗯，少糖这么甜，对呀、啊。我真的吓死了、欸！我想说都已经少糖了。星巴克的限定没有，我都喝那个哎、欸，或鸡茶，跟那个什么 classic 的那个，不知道那什么 milk tea，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只有日本才有，就是台湾没有。真的？它是日本。你早点说嘛！菜单上，我每天都在啊，就我第一次点那个或鸡茶 classic 啊，我知道。啊、嗯，第二天我路上也有看到那个茶喝起来是什么概念？它应该是喝伏吉茶加红茶，然后倒鲜奶，应该是这样，很好喝。它是茶味很浓的吗？还是它是那种清爽？清爽的，清爽的，哦、很好喝，但要点少，就是少糖，少糖。OK， 我有一次忘记，我也是忘记讲，然后说我就等冰块融化再喝，太甜了。我这次还，我觉得我去，然后喝的饮料啊，或者什么吃的餐厅，不是附冰水吗？嗯。我之前不是都饮料都点热的吗？嗯。然后我去之后就开始觉得说，其实好像喝冰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好。嗯，很好喝。我最喜欢拉面的冰水了，因为好冰哦。嗯、他们拉面店的冰水都好冰，好好喝。对。然后我都会吓到的。太冰了吧！谢谢小吉送的 super， 跟台湾清新的少糖哪个比较甜？台湾的少糖是七八分吗？嗯，我觉得他们的比较甜。哦，他们的少糖比台湾少糖还要甜，真的很冰。对啊，拉面的冰水很冰。那饮料杯里面很夸张，那小小杯这样，然后全部几乎全部都是冰块。嗯，好快乐。对。干嘛？你欺负他？他欺负我。谁的？那要打回去啊。身为天蝎座的人，我们得要学会报复，戳他一下，快戳！赞哦！好了，没事了。看不到，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你这什么星座？你是天蝎。哇，我们已经天蝎刚刚还说我们天蝎座的哇！我一直以为是天秤因为什么十月？十月上下。天蝎只有我是天蝎座啊！对啊，剩我们两个。对耶。对啊。墨鱼是什么？墨鱼是射手。哎、欸，嗯，哦，
它是新来的武器，有，我不知道，好像没有，没有十一月，但是有十月啊，有，但我不知道是十月几号。妈咪啊，为什么？小慧不像那么难搞的天蝎座。谁难搞？谁难搞？谁？哦，谁？哦，谁说的？谁说？谁难搞？什么耳朵？好好笑，谁还好像有一个，然后他刚刚说是我，但没有说是易云哦，所以易云是吗？啊，结果是易云吗？现在最近当送的告白气球，说今天听说有，今天听人说十月天蝎比较可怕，十月的天蝎，十一月的天蝎比较可怕吗？我比较偏天平，什么？我上升是什么？水瓶座。啊！我死定了！不要打架，你们不要打架。我死定了！十一月的天蝎就很难搞。这边还有一个十月的天蝎。十一月的天蝎比较阴沉，有吗？我看林玉云还好啊，还现在是这个脸，还阴沉啊。好阴沉啊。对啊，欸，天蝎座是善良的好吗？哪像狮子座啊，我死定了。我死定了。欸，但是关了直播之后大家看着我这个脸，我可能明天就不长这样子。什么意思？谁要对你做什么？拿麦克笔在你脸上画画。好欸，我要说什么？哦，不知道。但是你有测过就是星座比例，就是看那个出生年月日，然后出生时间，然后有那个星座，你查星座比例。对对，查星座比例。真的假的？嗯，星座比例会出现24种。不要谢。啥呀？你们不要打架，你们干嘛？不要吵架，你们是幼稚园小孩是不是啊？还没呀，没有啊。看谁要看人家星盘？没有啊，好奇好奇。右眼三下。欸，很难欸，连续扎三下很难。这是左眼，右眼不能扎。我们要把报警。哎，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啊，你做完了？做完了。注定被打了。怎么看啊？我测完了。你测完了？你干嘛推我啊？啊，好可怕，天蝎座。最上面是什么？你的星盘在下面，在下面。憧憬虚幻者啊！对，等下再讲。35，然后第二个高的是，没有没有，是水瓶。啊，水瓶24，然后射手21，那个叫什么？天马行空啊。哦。金牛12，还好吧，没那么怪啊。处女5，双鱼2，摩羯1，艺术家。所以你第二个高的是水瓶座。对啊，好酷哦！但是你小心哦。你小心哦，十一月的天蝎，我也是天蝎啊。哎，欸，那你的天蝎比例比我高哎，变骨了。我是用，只有打星座比例。星座比例，我给你看我的。
的放哪？放一些。我要重测哦，不见了。星座比例，我给你看我的很。十二宫。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都选到60%。60%。哎，你的好少哦！哎，你看它的分布。哎，你好，我就说因为我很集中哎，我整个都是狮子。60%。我就是狮子座。超级集中哎。因为我上身也是狮子座。我看我给你们我的超酷，我觉得我的很酷。汪汪汪汪。超酷。你看我的超酷的，我的是啊，这是多少？30。天蝎座30，但是我摩羯座有28。为什么？摩羯？我上升什么关系？哦，我上升是摩羯座，但是我超级，而且我第三个就是摩羯座是会干嘛？摩羯座就是没有吃到想吃的会哭吗？孤僻。事业是怎么说？哎呀，那对食物很执着是哪个星座的、啊？我也不知道。处女座，对我超级就是天蝎30，然后摩羯二，三个都很接近。28，然后处女啊，执着。处女有20，某些东西20哦。对，然后我金牛也很高，金牛也有12，固执。我超级哦，那你真的真的很准诶。对啊，我很。而且你不觉得看这些星座看起来我很难搞？怎么会呢？不会啦，不会啦，我是要这样回答的，对吧？怎么会呢？你很好相处啊！我看到我吓到哎、欸，我以前对食物比较执着，其实他都你被伤到，对不对？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你的未来让我一直陪你。全都是难搞的星座，这很酷。全都是，我是综合口味。我呢？对，我是综合口味。我是什么？你是爆炸狮子。好难得来直播，跟不上这么冷，你要一起查嘛？你查星座比例就有了。还有巨蟹，爱家。还有双子哎，但是只有一点点。我没有母羊。我看我没有天平的天蝎，我也有双，我不记仇。我天平5，要这样。双子2。射手1，水瓶2，我看我射手，我水瓶也有2哎、欸，摩羯3，水瓶2，难搞但我喜欢，对，还要知道出生时间，金牛还行啊，是我那个吧，天蝎、摩羯、处女，我的这个比例，我的比例很酷，就是天蝎30而已，但是你看起来不是那种。对啊，你是和善的，你知道吗？你看起来是和善，就是感觉无害。对啊，所以我没有，我以前就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到很偏蝎，然后就查了这个之后才发现、哦、啊，原来如此，就为什么那么不像天蝎？就上升摩羯，对，上升摩羯，摩羯28，就差2而已、啊，就差2而已，超级。然后处女就有20。都很接，我的都超级接近，几乎就是1/3。对啊，很酷哎、欸！谢谢你爱我。不客气。怎么了？综合，听起来有点可怕。你看啊，说听起来有点可怕。听起来是可怕，但是本人就没有这个感觉、啊。空雨海，你的爱歌，天空雨海。拜拜，夜夜夜，愿你不开。也很不对，但我觉得我不像，算了，但是我觉得工作的话，为什么会记得的？比较偏向摩羯。摩羯，对啊。你说摩羯是什么概念？摩羯是上升星。你说人吗？对啊，摩羯的人。那个哦，嗯，就你看，张爸爸，张爸爸，哎，张爸爸有点奇怪，张爸爸没有，张爸爸还有他的，对啊，出来十二月，张爸爸不是那个上升母羊啊，蛮母羊的，他蛮母羊的，
场合去改变。但处哦处我月亮是处女座，就是我的那个太阳就天蝎嘛，然后上升是摩羯，然后月亮是处女，就三大星座就这样集结完毕。但我不知道，我找不到我处女座一点是怎样，很龟毛。就是刚刚的吧，像对什么东西执着啊，你还有金牛哎、欸，啊我还有金牛，哦，对对对，嗯，都是这样，确实就是这样。我要什么？我东西不能被吃掉。双鱼是什么呀？双鱼是多愁善感。多愁善感，那我怎么活？你没有，我是狮子的。多愁善感，水瓶很奇，我水瓶有二哎、欸，水瓶二，双子二，哦零双鱼，其实我一点都不多愁善感，好像是比较敏感，我就是要求比较，对自己要求，内耗比较高，我双鱼是零，双鱼是爱哭鬼哎、欸，那还好，哎、欸、我那个比较。柔软的星座我都是零哎、欸，就是巨蟹零，双鱼零，啊，但是母羊跟狮子我也都是零。那你为什么现在也不火？那你为什么长这样？你很精，我很精，僵硬啊，坚固。你太社会化了。太社会。啊不，那天蝎是什么？风土哎、欸欸、我有点记不起来西方那个。我也不知道风嘛。真的，你这个 T 人才不会有双鱼。T 人跟星座没有很关系，但差不多，有一滴滴，有一滴滴，可能很都会，我觉得都会有一滴滴。天蝎是水象哎，水象哦，我很水，水当当，就知道，我很水，很水啦。你说脸吗？好，还没有人理我，我要 cue 人，我还要 cue 人理我，水当当。哎、欸，那个嘞，摩羯是什么？摩羯是土。谢谢听众掌声鼓励。有没有社会化？摩羯怎么？摩羯是土？没有没有，我说土象还是什么？不是说摩羯土，不是不是，我不是摩羯是土象还是什么什么水？是吗？是吗？不是不是，我没有骂，我没有骂摩羯。好好笑！我自己摩羯比例那么高，我不会骂摩羯，好不好？确实。啊，土象，土象，那我是水土哎，水土不服，是这样说吗？我是水土哎。啊，处女也是土，啊，我知道，这是分颜色啊，这是水，哦欸有欸、然后这是土，哎、欸，它下面你再往下滑会有一个变色，对、欸、对、欸、哇，啊，那我火啊，我风象，哎、欸、风象比较高，风象是什么、啊？为什么、啊？嗯，是这样看的吗？应该不是，我觉得无关、欸。看看什么固定星座、变动星座？对，这个太深了啊！金牛也是金牛座，土象星座，很酷哎！好想要，就是我们做一个企划，然后那种找星座大师来帮我们讲解。好啊。有请，谁？
星座大师，唐老师，唐老师，请不起，请不起，请不到。有请吴奇慧老师。吴奇慧老师，吴奇慧老师是看其他的，对，是看八字的。好啊，但我觉得星座感觉就是能看见的面相应该是一定是不一样的，嗯，不一样，对吧、啊？而且我每次听那个、啊、唐老师讲一些什么水星怎么样啊，然后火星进入什么什么八宫什么什么，听不懂，听不懂，真的听不懂。火象就是狮子、牡羊、射手嘛，我看一下，火象，牡羊是火象、啊。我不知道，因为我这边没有火象，我只看得到射手是火象，我其他我不知道哎、欸，应该是哦，牡羊、狮子、射手，我猜。哎、欸，是颜色上分是这样，对吧？嗯。小慧慧八字有去学吗？有啊，有啊。小慧是我们的八字老师，看八字老师。心慧法师，哎、欸，对，我是心慧法师。但我最近给了自己一个新的绰号是星星公主。啊！我想说，就不能一直是这种感觉，是一种庄严的态，就是那种，知道吗？那种称号。星星公主，你叫星星公主。哦，之前我买了一个星星发夹，然后我夹上去之后，我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就说，哦，我现在是星星公主。蛮好的、啊，很可爱，星星公主。我看八字一定要知道出生日期、时间吗？其实，日期的话是知道大部分的啦。嗯。但如果要知道更细的话，就是时间嘛。那时间可能就会跟，嗯、例如说那个什么，晚辈啊、员工啊、子女比较有关系。嗯。然后也会多了这个才会知道说你接下来的某两个十年的运势啊，所以如果你少了两个，你就会自己你少了时间，你就会少看一段时间的东西。嗯，所以还是要有出生时间。但是我听说是可以去申请，就会知道去那个区公所。嗯，然后那个户口名簿。嗯。有帮成人算吗？有啊，但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很久以前，嗯。但我这边还是有很多大家的秘密。有算过。你看，我就开了一个项目叫命盘。好酷哦！杀了命成人的命盘。我的吗？是你的啊，我的。没有吗？没有吧？我肯定是有的，我看过。嗯。啊，我帮你看过，但没有存起来。嗯。小魏讲会加倍。啥？你会不会？但我手机要没电了，大家，我要关播啦！我手机要没电了，对啊，我要关播啦。要是命盘不好，改名会有用吗？通常是那个顺序是什么、啊？我记得名字是排在第五个。嗯，就是它有什么，就是什么命运，待会查一下。我们改名字就是稍微有用啦，但是我的老师是说，你是把。命写在你的名字里面，嗯，所以就例如说，像我的嘛是吴奇慧嘛，那我的慧笔画就是就很少，嗯，但是我的奇笔画很多，嗯，所以我在写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的慧写大，然后跟奇是、嗯、同样的，嗯，这样子在可能运势上或者什么比较不会虎头蛇尾，嗯之类的这样，嗯，那感觉名字也是很重要。
对，但是如果前面的你开局的那个东西没有好，命盘没有好，好像不一定改变了多少。他说什么？等一下，造口业真的有差吗？一定有啊。留点口德的，对，要留点口德哦，大家。谢谢金马送的独角兽，要温柔对待世界，世界，减少废物，减少。好，那我先趁这个时间，我来念一下榜，来念榜啦。金马白玉的。第十名是丁卯，第九名是翠，第八名是戴维，第七名是维基本大师，第六名是 Patty， 第五名是 CKUMK， 第四名是吉米周，第三名是朱清丹，谢谢朱清丹，好久不见。第二名是水豚，谢谢水豚。第一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今天可以，这个啊，嘿，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剩六有十个顺序，嗯，那名字是排在第六个顺位，嗯，所以先看命盘。再看你跟那个流年的运，然后再看可能住家的风水或是工作的风水，然后四就是多积阴德，就做多做好事，你就是有点要读书，有点知识这样，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嘛，这样加油。然后六是名字，七是面相，八是开始有一些信仰，然后九是能够找到贵人，然后十就是好好的养身体健康这样子。好的，谢谢慧老师。不客气。先去看风水，但就是息息相关。对啊，每个环节都息息相关。趁这个机会宣传握手会。好的，大家，我的握手会目前剩下那个。最后一步第几步？十二，随便，忘记了，还是九啊？那个剩下林依云 B， 对，大家不知道第几步，林依云 B， 对，看一下，剩下那里，大家欢迎第八步，欢迎大家来填我，刘小晴一。第一步 E A B C D 好，一在第七步，吴奇慧在第一步，对啊，一啊，数字一啊，我是数字一，第一步啊，第一步，刘小晴是第七步，我是第八步，欢迎大家填起来。填起来！八步！来到是哇，谢谢。舞蹈是第一步，填起来。大家早起。早起，来看我上班。早起来找。大家来陪我上班好吗？来上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你们来握手会找我们玩，好好休息，明天上班加油！加油，养生的部分没错，加油！吃饭，加油吃饭，生日快乐！朱星当初明天生日，哎呀，明天生日吗？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喂，生日快乐！他如果刚刚要截一个影片的话，就会看到我的头在下面。对啊，那你再讲一次好了。不要、啊，来不及了，在那边扶来扶去。你的头在那边扶来扶去。你也是明天生日，生日快乐！玄米宝宝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耶！我明天生日啊，祝我生日快乐！天蝎座好可怕。我爱跟我说的，我也是没有在意那个人。你生日过啦？对呀、啊。哇。哦。没有。嗯。过十四天也要生日，生日快乐！过十四天，你在想想，你在生日那一周再来看直播，我再唱歌给你听。明年生日可以要生日，可以啊，生日快乐！明年再来唱歌给你听。我八月生日，你八月生日哦，生日快乐！你撞到我的脚，超痛！谢谢你，谢谢你。撞到他一秒，代表我还短一点。大概还有半年多，生日快乐！开玩笑，好啦，大家，我手机要洗掉了，大家，我们。你的手机怎么做、啊？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呢。下礼拜再见啦，大家。他需要充电座。充电座。哇，这很棒哎！赞哦！给他一个掌声。一个而已啊。嗯，一个。耶、yeah。今天还是12月31号吧。满心。还记得他生产的时候不仅是12月31号。大家，拜拜。下周见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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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会甜起来，大家，3、2、1，拜拜。